了未来美国，一个名为艾伦的年轻女孩被迫在野蛮的沙漠荒原漫游。All the things you've done have put you right here.逐出文明社会，放逐到危险的沙漠荒原。他在徘徊时被野蛮的食人族抓走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中努力求生。Costs a lot to be here. Costs you an arm and a leg. 失去一只手和一条腿的艾伦该如何生存？他能成功求生，寻找到人生依归吗？ Life is the dream.勇夺威尼斯影展评审团特别奖，金凯瑞、基努里维、苏琪沃特豪斯领衔主演《生存者》，看谁能够在险境中求生成功。记者魏文轩台北报道。